799倒数第二行有翁啊，譬如有人咳发输水，就是咳发真脆大，需要水的了。伊比高原较悬的所在穿出求子啊，又见大土啊，佫看到大大之水善源，就知影讲啊，离水还佫真远，出无水啊，土起来大大，当然咱就了解讲啊，这离水还佫真远。施工不易啊，就是继续的着，没有停止。慢慢逐渐逐渐，转见石土，看到这土大淡淡，啊，然后淡土，这土淡淡，那当然呢，水浆之泥，就看到这个泥土含有水分的，是吧？沙叫做泥嘛，是吧？其心决定，伊就知影讲啊，滴水必近啊，这水已经就要接近啦。800，有人啊，即譬如讲发大心的人，发大心的人，要发大心的人，这个咳发输水啊，把这个补上去哦，这个印的没印上，咳发输水。头前的经文都有啊，譬如啊，一个在生死当中未得到发性、佛性、功德水的人，也不了解咱这个本性的啊，一只。那么高原的公平叫做缘，这是譬如大乘的净行果，大乘的这个境界修行啊，到最后这个果啊。也是比如生佛平等的清净心，众生跟佛啊，那个心拢是平等。复印四身呐，复印四身，那咱这边讲讲哦，保护了啊，保护了啊，遮蔽这些众生的苦难呢啊，四身胎湿暖化。包罗万象啊，包罗万象，速强三者叫做歌啊，下面讲怀遍十方啊，所以刚刚那个字都没有打出来，是慈，左右边是慈辟大圣之净行果啊，那么这里是横遍十方曰广，这样子。出过万法之先，修机难可定立。即譬如讲高原穿出九字的，即譬如已经发菩提心，那么应当修这个菩萨行，以这个心口意三业来选择啊，这个推寻呢，就是思维的意思，来求灭无相。菩提，那么这个简择推寻就是选择，然后这个思维啊，来求灭无相的菩提。又见大土，就是依照宗教七科的道品呐，求彻底定力修。只见无生，不见生啊，这犹如大土。你敢来了解？无生就是空啊，不见生就是不见有啊！你袂使讲干呐修断杂家己烦恼，唔敢出来度众生啊！所以啊，只见的无生，就是干呐见的空力，但是呢，不见生，无了解讲无生当下就是生，生当下就是无生。譬如讲，又见大土，诸个无明彼端啊！全无大乘之相，譬如讲滴水显愿呐，施工不易，专见石土啊，这里讲利利不舍，二利就是自利利他啊，自利跟利他都不休息。可在听到讲破戒空教的大乘，大说中道，即譬如讲石土，渐渐至年滴水。并不近啊，
没有水的土叫做沙吗？有水的土叫做泥吗？啊，知水必进嘛啊。就比如经典讲的素米调色啊，啊调熟，地文出境，继续往高，文书修三回呀、啊。开方便必要之门，见一性真实之相，得归一心，出生万幸。即今日佛性发生功德的罪，如《法华论》来讲，修持此经得佛性罪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上所譬如，就是显示离垢、离性垢叫做妄，因那大性叫做见，空叫做所。中道是上教，叫做亲啊。因为就这个观心来讲呢，众生的心拢具足一切烦恼，叫做高远啊，离罪太远了啦。修习观心叫做穿透，净的一心是上离迷，亲像得的罪啊呢。通告观心，那、啊、就是啊，这个啊干慧地就亲像打土啊。啊，干灰地就亲像打的土，性地就亲像湿土，别到观心就是未界入空啊，但见空不见不空啊，亲像啊啊，这个从这个大地离水也阁真远啊，从空出家先知空啊，金知假，啊了解这个假呢，断这个尘沙，伏这个无明啊，那个伏就是还没有断。断了就成佛啊！你就啊，专见这个湿土，知影水已经渐渐干了，哎，有水的兴许了。弯到观心，就回空回假啊！啊，得照空假，如渐即泥，就相属就佛呀！啊，又就弯初住，破这个无明啊，亲像见这个清水啊。所以《法华论》安尼讲。地佛性罪，当地处地，华严经也是安尼讲，啊，十诸菩萨初发心住，即得菩提，离一切法，的心住性，哎，离一切法，就是咱的心住性。也简单讲，一切法拢是你心现出来的物件。啊！你要集中，你也是集到你的心，迄条也无理法啦。当下就是你的心嘛，你在集到啥？对不？就是安尼啊。以众生敌对，就是跟自己敌对啊，对不对？认为别人对不起你，其实你对不起你的本性。世界上没有人对不起你，你不会关照这个世界，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吗？顶世的人敢欺负，继续的人算免嘴就用欺负一个。啊！你了解一切法，就是心的自性。啊！你的起心动念，拢嘛你的清净自性。所以对着一切逆境顺境，你也免欢喜，也免对不？也免敌对去抗拒他。好一个哦！我点么说，点么个做？诶，搞迄个，如果有人来参学啊，请问师父，一个悟道的人，哎，他的心是什么？我老公心如行云流水呀、啊。悟道的人的心，他就行云流水，百般的自在。啊、哪里处逢处的因缘就是他度众生的地方，任何的因缘都是他觉性的作用。见法就是见道，见缘起法就见道，哎，见一切道就无道可行，无道可行啊！所以的运用啊，本性啊，如行云流水般的自在，非常的自在。即心自性成就慧身、啊、不由他物。禅宗祖师嘛来讲，若人识得心啊，大地无寸土，都是一个如来藏心，没有恶心啊，一二的二啊，可得显不显行菩萨道啊，就在领受显悟之心啊。我来甲诸位讲个，讲开悟是足重要的工作啊，你悟到。天地万物就平息了，就没有战争了。内心里面呢，你的心就不会再有战争了。你的心就知道怎么调伏了。哦，如是降伏其心，对吧？菩萨要如是降伏其心，怎么降伏呢？对不对？怎么降伏呢？
本性具足，不需要降伏，就是降伏。故一切法出一切相，然后将性起修，转修再性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你看，还是归无所得。菩萨也好如是，欲未闻、未解、未能修习，是法华经。当地是人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显万也阁太远嘞咯。欲得闻解，思维修习，必得得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假何一切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皆属于此境。此境开方便门，是真实相，是法华经总亲果幽怨呐。深故幽怨，这个故就是这颗不生不灭的心是坚固不可坏，叫做故啊。这个是法华经是法华经怎么样？长生是法华经藏怎么样？深故长生故幽怨就是故就坚固不坏，不生不灭的东西你怎么能够破坏它？幽怨，无人领导，今佛教化性就破散，立为开始。佛为了要教化这菩萨，所以就开始叫我们悟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清净心对不？所以说你修禅宗，你去打禅七，你为了什么？你当然为了开悟，悟到什么？悟到实相吗？悟到不生不灭的清净自性吗？悟到无一法可得，未闻解修习法华，就是无缘教无闻思修的三昧，去无上菩提之愿。在下头前，譬如有见大头滴水显万呐，也是不能滴佛有实时观的方便法，由这个一实相来方便施这个三圣法而方便，欲得完加三昧即见无上的菩提呀。在下施功不易就继续修行就对了，专见十土。就见智尼滴水毕竟就是可以解悟开宽显示，唯有一佛性无离也无三，所以才好呢。这下面是说明过去所无讲的，现在都讲所说的就是本经的重要。开方便门是真实相，法华经就是在讲这开方便门是真实相，欲得闻法华经开显的重要。安尼，咱就知影知宽不离实啊！因为不离个，因不离个。过去讲五性德个的差别：物圣、人圣、天圣、声闻圣啊、缘觉圣、菩萨圣等等，差别的因果。今嘛，开始就是一性无差别。牙手那么淡袍拢成佛道，岂有一法一人不见一成佛呢？见一切相，你只要如如不动，不出一相，自然清清净净不生不灭的实相法自然现前，知见不要立知，自然清净。像打湿土，该依依水，岂有触土不得水呢？一本经那么揭开五性该是方便加设的法门，显示唯有一佛性究竟真实之相。在本经当中宣说佛的方便智慧，成于一心理说万行，由实施权后来才开权显示，会万行万法就是一心实相开会金色化平一性，所以立定一切佛住所行，不应有所分别执着，该是菩萨道。这个要化现。什么是菩萨道？汝等一切佛之所行，你不管你做啥么的，就是一定要做善，当然不能造恶啦。不应有分别跟执着，就通通是菩萨道。三轮体空。简单讲，以空意不相应，不能称为菩萨。你安尼牺牲，必就有所得。你袂当牺牲到究竟嘛？
所以啊，咱来要行菩萨道，爱牺牲到究竟，空无相的物件，什么东西啊？心无法就是一性法，乃至地势语言、诸心的事业，无一不是菩萨行啊！啊，无相不是成佛的主流，该是一心所起啊！所以一心实相，无相违背，也就是佛所示真实之相，所现佛性之最啊！也那不是本书的本经当中来给咱开显，众生到最后嘛，未当了解五性是权啊，一性是实啊，所以是《法华经》中深故有愿啊，无人人道，深的心和平等的清净心，诸法实相，妙理难切，果初心不可坏，是诸佛所证的，众生所执着的，这个的密宗啊。为佛一佛，乃能究竟一心实相，不是其他的人会当做得到啊！所以讲无人认得啊，有愿的佛本心愿啊，五净的净心啊，不是第几间讲一朝一夕哦，千行的小功，这个小功行所会当到的，需要大劫的修行，先就二智，二智的全实了啊，全实二智了，所以会当接着，即嘛佛为了教化成就的菩萨。所以经过本经开显了后，一切佛的弟子开始菩萨宣说此经，开始佛的知见，一心万行万行一心，一色一香无非佛法啊，讲得太好了！一色一香，为什么一色缘起法，一香缘起法啊？眼根对对这个外在色法产生眼识嘛，对不对？那无所住，这个当然就是当下就实相嘛。一香鼻子闻香。没有能所香，无所住，无所来，无所去，非自生，非他生，非因缘生，非无生。当下实相具足，哪里一色一香，无非是佛法，对不对？不恶法门的人，不离当处嘛。你离开当处，哪里有法可得？三世佛法就是诸心的限量嘛，打透、吸透，全部是依照这个清水嘛。苏东坡讲啊，这。是牺牲啊，起声啊，真是功德些啊，啊，功德些啊，三世无非清净心啊。要紧的就是讲，爱将心转物的记住，要将心转物，也就是说，你要做你心的主人啊，不要做物质享受的奴隶啊。我们要做自己心灵的主人，不要作为物质享受的奴隶。你说哎，我们一天到晚在享受这个啊，吃好吃的，看好看的，那就简直是欲望的奴隶嘛，有梦的奴隶，我们不要，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做心灵的主人，哎，这个物对我们没有作用，所以但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？哎，莫必转移点啊，唔能够这个点转去啊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有王若有菩萨闻是法华经，惊疑不畏，当地是为心法义菩萨。若声闻人闻是经，惊疑不畏，当地是为正常万家。哎，这边说这个实相法，拢会惊到啊！初发心的菩萨，声闻啊，这拢会惊到，这拢是正常万。讲初闻啊，便惊，思维即起疑惑啊。修行的心有所不畏，如是三非戒律。闻思修都很差啊。第一是初学的菩萨，另外是一个正常慢的声闻。这两类的弟子呢，无入三性的正位，既然唔知影权，也唔知影实，也唔知影冰修的妙法，虽闻无益啊，非是法器。这不得名叫做法师。有王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如来灭度了后，你来欲为四众说一个《法华经》者，因应何说？啊，你要讲《法华经》，爱有一个《法华经》啊，而且进入的门啊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入如来色，着如来衣，着如来者，这是三鬼说法。师父前面不是有讲过吗？三鬼说法嘛，啊，如来是，如来依，如来坐。你乃因为四种公说所经，哎，哇，
下面这就很重要咯。如来色，你说法华经的人爱先入如来色，安怎呢？一切众生中带慈悲心是，注意那个大，其他都不必看，注意那个大字，那个大就是绝代，没有任何条件的慈悲。我对你好，不是说你哎要求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就本性流露出来，我本来就爱对你好啊。这个大字是很重要啦，成不成佛就是那个大字，那个大就是绝代的大，没有条件的大，大到没有范围，就是说一举一动都是为着要众生解脱。下面说如来意者如何忍辱心事，哎，这个讲得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看看这个柔和，这个忍辱，你看看一个人的心呢，会讲柔和；一个人的心呢，有得忍辱。你看，伊做啥代志未成功啊？你看呢？伊做啥代志未成功啊？大家嘛成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领众不是干那靠智慧啊，爱靠这势力。领众不能只有单靠辩才啊。你要统治一个僧团，你没有这个柔和的心、忍辱的心，你要按照这的 BQ 大家嘛，糟糕无半个，大家又糟糕无半个啊！正经，你讲今仔真严，对不？哎，为发出真严嘛，伊选择了真严，啊，结果就走，道场见村三个，村三个，正经的师父真严嘛，啊，伊师父真好啊，伊为着要成就众生啊，哎，就要求真严，啊，结果会站袂掉。啊！对我的观念无同，我的观念是讲，大家拢是凡夫，辛苦活来，辛苦活来，慢慢教育，慢慢教育，经过三个月、六个月、一年、两年，慢慢来，给你时间，错没有关系，不怕错，给你时间，慢慢的改，安尼慢慢的培养，徒弟他会感念师父的恩呢，因为我给你机会嘛。给你时间嘛，因为你是凡夫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今天是个大法师，你就不需要来问我，你也不需要跟我出家嘛。哎，所以说每一个众生他都有缺点，给你时间。啊，有的法师不是，他要求徒弟要求得很严格，又要大学毕业的貌相，又要庄严，人高马大，对吧？哦，以后一出来就是大法师的料子。哎，无法度，无大家安尼啊，大家安尼那无法度。对不对？无法度安尼，所以啊，这个如果要度众生，这个柔和，这个忍辱啊，哎，很重要，非常的重要，啊，这个就是德性啊，德性。师父说要以德服人，就是柔和。你如果以办事办代志好点，啊，只讲以这个智慧，这不能服人的。你智慧很高，可是你一点忍辱都没有，没有用的。没有用的，你人家你真好讲话，对不？讲的东西你丢，就大家看到你就走个离开哈。你过早他们在那里讲呢，表示走个真厉害的意思啊，表示走个真厉害的意思啊，哦。我这么挂把镜要看，大家拢在笑我拢看呢。哎，柔和跟忍辱心，所以这个德性的培养哈很重要。哎，德行爱培养是吧？如来遮假一切法空时，安住其中了一。不懈怠心，哇，这个就难了。这个不懈怠，这个很难的，真的。这个我们这个讲堂哦，这个法师呢，为了这个早课晚课哦，哎呀，那师父闲的把凳给伊啊倒啊，我讲你再不做早晚课，无要听这遵守规矩要解散僧团，那不甲弘安解散，要准备甲解散僧团呢，即马则较有较乖一点啊呢。真正你讲这 BQ 当然是真乖，要笨蛋呢，再笨蛋你也知。对不对？如果讲你两个不遵守规矩，就要解散僧团了。哪有个做一个出家人的不做早晚课，你做什么？早晚课就是出家人生活的一部分嘛。啊，过堂，大家要过堂，你不过堂，你是什么住持啊？还是什么？我这里只有两个条件，可以不必早晚课，也不必过堂。第一个，大彻大悟的人可以不必参加早晚课，你的大彻大悟，你即心即佛。第二个，通达三藏十二部经典的。可以不必参加早晚课，那我会卡出来，没有没有，你都爱参加早晚课，对不？对，那个经教比师父通达，你也是免来挖根。所以讲你要这个不懈怠心呐、啊，僧团就是有这个好处，我告诉你，你僧团你不得不
我跟你讲，众生你都不得不，唔相信你放放回那这些，我咱家加起来要到50个，你敢知50个比放回放假暑假三个月，等于到厝看做早个几工，看做早个发财啊！你出去参加做早课啊？每天做早个无啊，海头啊，第一日梦都无啊，这第一日梦都无啊，剩那都免个梦落去啊！你想想看，这个在僧团是一大福报，他有强迫性，他有约束性，不得不精进，对不对？不说这个出家，他就是有这个好处啊。出家这个好处啊，那个，哎呀，师父你不剃度你众，也塞，你剃度你众也塞，弄听话哎，不能讲第二句话，这样可以。另外建立一个道场，啊，道场你该去冲，我攻击你的进，哈，保证你成就，推到你大家哀哀叫。呵呵不敢剃头，就拢听我的，就干啊，那唔干，未使甲讲第二句话，对不？未使讲啥那话，师傅，不要这种声音叫我，未使弯弯下叫师傅，叫较好听呢，对，妖里妖气的，那像什么修行人？啊，就说这款物件哦，慢剃都较无麻烦呐，对不对？这个僧团呢？这个精进心是很重要，要不然打开龙海带，每一个普天下的众生都是这样子，唯诸菩萨以及世众广说是《法华经》，804总医院，听说有一间北控所的，哎，也一间北控三的，803，那本书开始如来灭度了，法师弘经啊，说法翻过。也是修菩萨道的纲要，因为法师啊，不必尽为比丘，尽的全部都是比丘，是吧？法师并不一定全部都是比丘啊，数种的菩萨得住，拢嘛爱修行菩萨道，所以我们一定会讲这个菩萨戒，哎，我们会讲在家的菩萨戒，哎，还有在家啊，这个在家律，南山的在家律，该有弘法利生的责任。所以啊，佛以显南住，显如离清河寺，这三种方轨啊，以《大般若经》所说的菩萨，应依止三心啊，一者一切地地相应作意；二者无所得为方便；三者大悲为上首。啊，大概像跟大概同款啊。佛先问，过来的开示啊，后来的解释的劝修的如来说。哎，如来说恒常安住，恒常安住就是讲佛的心呢，永远安住的地方。因为色是咱咧休困的所在嘛，无你暗时伫倒困，你困外口呢，你困伫色内，困伫色内就是你永远安身，安身之处啊。那么你心要永远安在哪里，是吧？寝息身心，你身心休困的所在，名叫做色啊。也就是佛告大不涅槃呢，有大慈悲，不懂于离想啊。慈悲有啥？就是生缘慈悲啊。生缘慈悲就讲，看到众生的受苦，啊，看人的受苦，心怀着救济心啊。又有人我相，所以有众生相，名叫做生缘慈悲。第二。发愿慈悲呢，以离空观地，空无众生之相，离发慈悲，即乃有空相，有功用行啊。所以叫做有法相，名叫做法缘慈悲。第三啊，无缘慈悲，也是名叫做动体慈悲啊。啊，这是根据众生甲佛动体清净心，无相无形，你有不可依落清净的功能。这就是如来的大慈悲啊，哎，具足动体慈悲心，就是发心定，慈悲众生，就是解脱定，令众生啊啊，契合动体一心，就是法界定。你如来以讲，若就所护之体，就是发心啊；若就令护庄严之相，就是法界。你看，若就何忍，何是柔和。忍呢，就是忍辱，那因为它是简称和忍呢，和就是柔和，前面所讲的嘛啊，和是柔和，忍是忍辱的意思。
利人之用就是解脱啦。得如是三德之一啊，令家令外家诸恶啊，累其众贤啊，助利利人，安尼就甲佛的一切地地相应是为世出世间最上福，是不是啊？佛穿的服装就是柔和忍辱，啊，就如是三德的一嘛。过来，如来坐，坐是不能动，那当然就是法空坐了。佛是坐什么坐？坐法空坐。佛坐在那个地方就是如如不动，哎，啊，我们一坐就烦恼起来，随时都在动。你要坐如来的法空坐，是真正你的坐。令之如如地，就是破见。这如如力就是发心，地力明确，灵受清黑，就无所得了，一个就解脱了。以此无所得为方便的三德空者啊，即令诸他得行无上的正觉，若有所得，即非如来之者，也不得证无上的菩提。所以大乘的机关讲，心性自清净，诸法为一心，就是安尼尔。你心清净，记住世间的相，你动一个念头去执着它，它就是业障现前，它就是痛苦，就是负担，就是能所，就是生灭，就是轮回，就是不净，就是污垢。哎，如果那哪一张回光返照？诸行清净，诸法为一心，清清净净，快快乐乐。一心在这里，离烦不离想啊！这就是天我心性的无所得，离无所得。这名叫做心定境界，这如来者，又代诸安乐众生啊，即诸行归啊，如何福亲断灭？这是观照归呀，呀，过来，这法空者，这是金性归呀，这是三鬼的说法。我们要大慈，要柔和，然后啊，哎，要这个法空，是吧？后边安乐行品啊，中也光明这三法，这净算啊，正是说明有一出经主行化他。离开这三鬼啊，无有是处。你若要度众生，爱修养家己，有辩才，啊，佮有德行。你敢若有辩才无害，你无忍辱心，德行就拄得十个站走个无半个。哎，甚物清净力啊？上课探经法中啊，有说持经者，以佛庄严，立足庄严。即位如来一一护持，就是一处一啊。有说如来坚守护担，如来手摸其顶，就是出者啊。有说如来供述供述啊，就是啊出色啊。你想跟佛陀住在一起吗？那你就大慈悲咯，对不对？可知若发若行，同归大涅槃三德。三德就是三因佛性啊，啊，在果是三德啦，是不是啊？三因佛性是因嘛，就是一心三呆，化心是替呆嘛。为什么替呆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法身是体大，表示说无相啊，如同虚空一样啊。法身就无法可得，体大嘛。破戒是相呆嘛，对吧？了因嘛，解脱是用呆嘛，这眼因呐。啊，啊那众生呢？众生的替相用，搁加一呆，替众生啊，搁加一呆。生气呢？生气就是火呆啊！迄个人咧生气就是火咧大了，火大了是不是啊？从你记忆，从你故你究竟，从诸行你化他，所以十方的婆伽梵也十方的佛，一度涅槃门，就是要靠着实相，他才能成佛嘛。三世一切佛法就是诸心的限量嘛，应观法界行一切为心者，希望大家听到本经法师品了，会当点亮。点亮了你的心灯啊！啊，打起了如来的家业，属于修行，弘通法华，以出三归诸行化他，上可完成佛道，下可普度众生啊！心目大焉呐、啊！所以文章说，为什么说，哎呀，水陆的法会啊，功德很大。
你看 有这个看阅读法华经啊，也念佛啊，净土坛啊，消灾坛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那个水路一做起来，那个力量那么大？为什么这么大？对不对？通通集中嘛，力量当然很大啦。啊，所以你业障病有人看病看不好啊，真的有人去打水了病好去，这正经的，就是这样子。业障病你按照吃药都无效，按照吃药都无效，将安住是中，是公说是法华经，是福坑灭度了红经的法师，应如是尊心修行。你安住一处三法当中了，以无害大心，团通出境，这就是不是红通妙法的方贵。初学的法师应当以众生奉行，立立诸比性，诸佛作独临六之意，以诸经记忆自法空者。龙树菩萨所作的啊，十住毗婆沙论明啊，佮说明法师以说法处世诸者，当行说法的，应该先应恭敬礼拜大众，了行者，当然这是恭敬也，大众了啊。这个礼拜是指前辈啊，是指啊，比如说戒的比他高啊，比如说有一次啊，我去。这个一个地方讲经，那个光化老和尚去坐在第一个位置啊，一共一边来听我怎么讲啊呢？我要上台以前呢，先跑到他身旁啊，这个是到他身旁跟他下跪顶礼啊，先跟师父顶礼，然后上台啊，这是礼节的调，礼节的调，礼节啊，礼节的调。那、啊、大众才需要这样子了啊，比如说啊，今天呢啊，徒弟就是。在私下不必，徒弟今天如果他讲经的话，我如果坐在第一排第一个位置，他上台他也一定要先跟师父顶礼，这是礼节，就一定要先跟师父顶礼的啊，就是先应恭敬啊礼拜大众，然后先坐。第二，大众中有如林应观不净观。第三，为以暂时有大人相严色何业，不杀外道精切，心无曲位啊。第四，以恶言蒙难，东行临六。哎，那咧讲经啊，是那咧啊，恶言相向，问难我们呢、啊？就是微笑。过来，不细幻，不轻自身。不要轻视自己，轻就轻视，不要轻视听众，不轻视所说的法，也不为利养而说法。啊，这个太了不起了，太了不起了！哎，这些法师啊，当做干那的就不简单了呀。这东西弘法法师的座右铭啊，应切记不忘。当地有大慈悲，就生离性；令破天魔，记着柔软心，就生一切挂凡夫挂道；令破众魔，自法空者，就是生宽广菩萨；令破五阴。烦恼死魔，所以经典讲一切善法诸为根本，忍辱为第一啦，忍辱第一道，无上最上啊！这个太好，这个简直是100分呢、啊，讲的实在太好了。一切善法诸必为本，忍辱第一道，忍辱第一道，修忍一下啦。咱看为众生安尼小发代志安尼气夹夹安尼。修忍耐一个无上忍辱第一道，忍辱第一过来的无上最上啊！你若讲哈，迄、个人咧修苦行，我们过来拄着代志气压压，含糊袂掉。你讲伊咧修行，我讲伊咧作业。外表看起来敢那咧修苦行，有内心的迄个上达上都有，那迄个不叫做修行啊，不叫做修行，你真正咧作业。外表看起来是安尼啊，所以真正的修道。要在心地上的慈悲，然后忍辱心的心地上要修无相，由于不法恶事弘扬法华，岂可不遵守这三规呢？又往我以异国天界的化人呢，为其集听法讲，世尊呢、啊，对哦，在八国啊，天派天界的。化人呢、啊，为着要接这个听《法华经》的讲，也牵这个化出来 BQ 啊 ，BQ 你又不是又不以听其说法，
啊，为着要庄严道场嘛，愈侪人听法愈好嘛，为着要庄严道场，是自变化的人文化信受，随顺不逆，欲说法者在空啊空闲处，就是啊空旷地啦。我迄个时阵，就派遣这个天龙鬼神天达婆阿修罗顶，听其说法。我虽在异国，时时令说法者得见我心呐、啊，啊，容易出经蒙识啊，这个聚斗啊，聚斗这个念斗是吧？妄思聚斗，这是一段一段的了哈、啊。哎，怎么样？我还未说，令得继续啊。若能以三归依奉出经，佛者欢喜随顺，得到佛的加庇呀。那有五种的利益，第一，初学的法师。佛得遣化人而集众，第二遣数众听法，信受不逆啊。第三九行的法师，佛得遣数众我，而且佫派这个天龙八部听其说法。可见老刚经的所在，都有两天护法。第四得见佛心，第五为佛护念，得不忘念，集听法众者，令化人召集听法之人。遣八部听其说法，以及见佛心，九行法师才会啥？初发心未纯啊，这个就是跟淳朴的淳一样，未纯的法师啊，啊也未使入。何以故呢？初发心就见佛心，啊就见着天龙八部啊，五年就讲啊，家己得到啊，啊就一旦未得夸灵啊，哎，以此啊卖道夸啊，这现在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看到一点点境界的自赞毁他。自己赞叹自己，诽谤他人，先以迄种啊，这佛法是足唔，安尼是足唔好的，叫做自他俱损，妨碍化道，不可定见，不可定见呐，哎，对不？所以啊，你讲佛为啥不爱让你看到？佛要让你看到，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问对你的心烦恼嘛，看到了，你家己认为你足了不起的呀。若九行法师的心无所得。啊，就不妨令见佛心，甲八部集合五种的利益，依国者，即佛入灭了后，在他方世界实现成佛之国度，这也是可知佛的实不庄严土来讲。譬如讲地藏大师亲见灵山一会，佛说法华之境界，啊，就是灵山一会啊，还没有这个还消散，假使会当遵守的三规上说是经。这个法师就是为本师所护念，也为十方三世诸佛之共同护念，发起讲十时经以弘通妙法，以及聆听受此经而得精进者，也该同受佛的所加庇甲护念。逆时世尊欲重宣此偈而说故言：欲舍诸海呆，应当听此经。是经难得闻，信受者也难。即一上或是将来或是地主，若是有讲法华经的时候，应该啊爱去听，听了后应该信受奉行，要那无便是海带放野人啊，也毋是非佛的地主。亲像咱人脚需要水啊，啊穿出一个圆，又见大石头，啊滴起水上万，渐啊渐见湿土泥。决定滴进水，决定知影这水渐渐近啊！这是上半定上妙法，也就是众生的佛性。佛的一切种子，譬如啊土中的清水，打湿的土，譬如法华啊前所讲的三性的方便教。这个湿土泥呢，是比如讲法华经一时教，入门本经开方便门，是真实上非三性归一性，决定滴进一见佛性。直至一切终地，有往立当地。如是诸人等不闻法华经，弃佛地心心愿啊！六闻是深经，觉了心闻法，是诸经之王。闻以特殊为当地诸人等，尽以佛的智慧。这两相伴，相啊下头经的譬如，这个深经当然是知法华了。常行文所讲的《法华经》中，千古九万，哎，九万无人认得。今嘛，佛为着要教化菩萨，立为开始，决了心闻法，意思讲啊，
听得闻到本经，决定了解声闻幻觉所思维法，拢是因为大乘的方便，唔是究竟啊，只有法华经，这是诸经之王。三性回归一性啊，三性人该是菩萨啦。若能闻本经呢啊，那么替信思维啊，下款初心回修向大，那么决定过你愿诸愿初诸位，亲像佛的款式立地，即得了了见佛性。若因说出经，应立如来相，着以如来依，立则以如来者，处将无所为，讲为分别说，大慈悲为色，如何忍辱以诸法空为遮啊？处处为说法。我若说出经时，有人恶口吗？亲像道中啊，这个下招念佛故应忍嘛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念佛，就是主要是学习佛啊啊。我们念念向佛学习，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佛的忍辱的意思。念佛，念佛的慈悲，所以我们应当学习佛的慈悲忍辱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念佛啊，不是我们那个念阿弥陀佛的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要思维佛，要跟他一样，那就是念佛故应忍呐。佛是这样的成就过来的吗？我千万一土现正坚固心呢，以无量一劫为众生说法啦啊。初一相伴表三归，初一相那么解释，后两相劝修，念佛故应忍，是讲弘经法师一定要念本师跟十方诸佛，拢是时空无量，用这个清净坚固的悲心，实现种种的化身啊，说法教化众生的情形，必得诸佛护念啊，即令风化无碍，诸多多人。往着我面到了，令说出经，我牵化数种 BQBQ 呢，以及清净思路供养依法师引导诸众生啊，集智聆听法啊。那么这两相是上佛牵数种为集听法种的利益，清净思路啊，就是如众咯，如技术咯，也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啊，就闻法师说本经，闻利欢喜供养法师，若人若加恶。道中及下招，即欠变化人，为之作为何？那人要甲咱欺负啊？啊，要甲咱动起来啊！上好了，欠这个化人来听法师说法，并作为何？令无阻拦的利益。若说法的人独在空哎寒处啊，空闲处啊，空闲处寂寞无人声，托上出经典。我逆时为先清净光明心，若蒙是将故为说灵通的，若人故是得，或为四众说空处托上经，皆得见我心。这三相上五种法师，只要啊，具足弘经三规的德行，皆得见佛心以及不忘的利益。若人在空闲，我见天龙王夜叉鬼神等为作听法众，这是相。是上佛啦，啊，要派这个天龙八部来听法啊，一利益。若人在空闲呢，法师在空闲静处呢，托法华经、上法华经啊，拢会当见到八部来听，依人不见。有法师在大众当中说法，佛嘛是牵这个八部来听法啊，也见法师能见，也不能见，依人就不得见啦。所以啊，凡是刚读本经处，就有八部天龙来听。应当端正清净心性啊，那么虔诚恭敬，所以我们才甲注意讲啊，啊，咱应该是听先洗身躯来，再来听《法华经》。唔系讲啊，我听了啊，才等下洗安尼。啊，咱若要阁洗一摆会使，咱若有时间，啊，若无闲都无法度。伊讲啊，我到下班都要七点咯，啊，为着要听经，当然这是例外。啊，有时间的先洗澡，先沐浴，哦，了回去我们要再听。要再清这个清洗一遍是吧？那个洗身躯洗一摆，那么这样也更好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来听《法华经》，爱心洗身躯啊。若稍轻慢，八宝归行呢，必加责罚，可不胜乎？是人六啊六说法，分别无挂碍，诸佛护念故，令大众喜啊！这是上结谈上下品五种的法师，
该你诸佛护念的缘故，拢会当成就四无改变，以及菩萨的四无位，说法客理甲客机，令令听法，在众欢喜奉行说法的人，受法之众两具利益啊！欲清净法师速得菩萨道，随顺是殊学，得见行沙佛啦。佛在大小经律当中啊，拢甲咱教解弟子。啊，你若要得到佛法的利益，应当具足四法：第一，清净心地识；第二，多闻正法；第三，如理思维；第四，法随法行。四法当中，以清净心地识为上重要。这书我们才讲过几遍啦。什么叫做心地识呢？就是本品所讲的五种法师，该是菩萨临命众生故，来生人间弘通妙法，令凡有见闻者无一不信佛。所以，一旦清净的五种法师听经呢，那么听的本经呢，听了一旦信解奉行，精进的达到菩萨。哎，不退转，哎，为，也就是弯搞初珠，别搞初地，那么这叫做进一步的智慧。所以说的上下品五种法师啊，有上品五种法师跟下品的五种法师来学习，其中慈悲忍辱、无所得的三德，那就一佛感应得到。得到佛的护念，你嘛是知影啊，你就是如来的使者，是如来所派你来行如来事，以如来供养啊，就可得见行菩萨诸佛。由此各地正业的修行人，欲现身见弥陀，应当亲近修持本经的五种法师，听闻妙法。啊，更加要记住法师的三德，以及闻思修三慧，即不待往生净土，即于此间得到得见的无量寿佛，无量寿佛，乃至十方行沙诸佛。所以，咱头前啊，信戒品的结要上啊，那个断于生信出心间呐。净土法华莫改莫莫改弦莫改弦啊！不要改变。地藏大师临终啊，教人唱这个法华跟无量寿佛经的经典，唱经典哦。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哦，是这样念的，不是念佛啊。哎，唱这个大乘的经题哦，还有无量寿经的经题哦，啊，就是一心喜欢教导行人啊，以法华行菩萨道，兼修净土法门，念佛见佛啦，往生净土。怀超三界，一心圆满菩提，如此便是啊！亲像啊，犹如戴角虎，命不可当啊，机急如风。那么第三种呢，问答言特啊，这种要结束啊，这个讲完了。问佛何故只开始三法，就一旦弘通妙法呢？答：对旧书来讲，刚经说法一定要叮咚入色啊，所以就要精熟易容易学，然后逐一说法，细做做。所以佛之一三书理说法，第一就理论来讲，众生未去自性清净心，所以堕入六道生死轮回。即马用慈悲心甲伊救拔，理性的人未伫一心万行万行一心的中道，伊无了解，所以定空单执不化众生，所以用何忍啊柔和忍辱门啊，令之从空出家，严土修行。菩萨伫别到八地以前，也阁是有上用功啊。有上有功用行啊，也未入去一切种地海，所爱用一心无上无不上的第一义空，令得无悔。第三，就事理来讲啊，未歇不出三种：第一，就可过起歇，爱用慈悲来拔一拔；第二，那就结业起歇啊，结业起歇来讲，爱用这柔韧啊啊，忍辱万里；第三，啊，就这个体力起歇。要用一个法空了得，第四就五种法师来论托相所下，这三种可见可闻属于外行啊！啊，喂，还没有下这个心地功夫，这个如来依了，修持在心属于内行啊，这如来遮啊，解说化林处理悲观，这才是真正的如来性。解说啊、哦、度化众生处理悲怨。第五就三宝化舍来论诸比果应变以药，你什么病亏什么药？这是法，那么柔忍果显灵看好，这个的经啊，啊法空哦果和本心圆，这个就佛，能行出三法，就是三宝化舍妙法啊。这个文字都很简单啊，不会很困难。法师品结要瓜啊，法师应当言为天下法，行为爱做万世书啊啊。你看，言为天下法，你共住就是天下法了。我就像今麦咱今麦录音带啊，这真紧啊，真侪个道场那里计算机啊，
啊，法师派请，那就干脆请录音带，请录音带。所以咧，录音带、录音带说销售真多啊，啊，咱赠送嘛，赠送真多啊，是吧？行无行，行为爱做万世书啊。当然，我是那我无够资格啊，这无遐简单啊。这都要弘一律师熏，老和尚迄款的才有法度。宁可老僧下地狱啊，莫将佛法做人情啊！啊，甘愿落地狱，都袂使将这佛法做人情。哇，做人情那就变生死法了。睁开智慧眼，回去空王剑。空王就是一切法毕竟空的意思。空到最后的王，王是空的彻底了。这空王剑就表示智慧剑啊！哎，有慈悲心，情不由己啊！啊，情不由己啊！你真的是从本性散发的慈悲心，无所得，无所求，无所惧，情不由己，是吧？就表示啊，度众生啊，没有任何的哎，这个造作。沾巾骨膜下地间啊，眉毛扫地也甘心啊，眉毛的扫地表示啊，很辛苦了，哎，表示很辛苦了。你再大的辛苦啊，哎，你就是眉毛扫地了，辛苦的不得了，是吧？也甘心。任席呀、啊，任席啊，本来是指睡觉时所用的草席呀、啊。那么任席情深呢、啊，也就是说使众生呢、啊、更好睡觉。任席情深就是表示让众生呢睡得好，卧得好，表示说可以安息他的心的意思。任席情深表示说安住众生的心，使他的心呢、啊、就像卧着睡觉那么的舒服，卧在草席上睡觉那么的舒服。任席情深简单讲就救度众生的意思。聚灯彼岸呢、啊，摄作啊，传扬佛法的无尽顶，无尽顶。那今天呢，讲到这个地方，刚好到一个段落，刚好到一个段落。好啦，明天呢，再继续上课，下课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。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，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，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